都赶过来为我加油，谢谢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家人朋友亲友团的祝福，也谢谢到现场为我们中国田径加油的父老乡亲们，还要在电视机前为我们加油的父老乡亲们，感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国庆节快乐！谢谢。我们组织这个亲友团，他干妈和姨妈都是费了很多心思，很多心思。本来就是个很孝顺、很感恩的孩子，他知道我们来了，他肯定很开心。他又是个人来疯的选手，可能他会使劲的表现，让我们亲友团不失望嘛。做好他自己吧，稳中求进，这是我们燕妮就是对每一个比赛的目标。他不会特别去期待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他就说。就是稳中求进，做好自己，跟自己比，他就是他自己的对手。对。